大家好，我是黑仔姜浩文，好开心听到我哋部戏《翠丝》在头一个礼拜个票房数字已经有170万，而且仲准备迈向呢个200万。听到咁嘅数字，我哋成 team 人都非常之振奋，同埋我觉得除咗数字之外，大家对我哋部戏嘅正面口碑都相当好，好多谢大家都接受我哋部电影，咁希望大家都好似翠丝一样咁勇敢去面对人生，去放开自己嘅抑压，去活得更加精彩。多谢大家。